这块料真的是堪称教科书版本的一块真正的墨西沙白物料，而且是一登爆的一个料子啊，真的是高端的一个原石了啊。然后给大家说呀，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种皮革，看到没？这个雾白嘎白雾啊，等一下我们打灯见分晓。所以说真的值得我所有的粉丝们学习啊，好的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去分享啊。石型非常漂亮，有手镯位啊，来摄影师我们把灯关一下，有没有惊艳到你？漂亮，这个位置已经达到了一个玻璃界面的一个品质啊，大家可能看不出什么效果啊，但是我跟你说擦开之后你们就一下子眼睛就亮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跟大家说一定要学会看表现，一定要学会分析，要学会研究啊。这种雾层下面能达到玻璃种，想想一个鸽子蛋一个胸前坠要多少钱啊，大家发挥大家的想象去想一下啊，哎，真心的是完美漂亮啊！这个裂啊，我们是要斗的啊，这个皮裂绝对是不下的。手镯我们买的时候就是奔着2到3条手镯去弹的啊，所以说为什么跟大家说是一个千万级别的啊？这种货真正的擦开之后，大家就晓得了啊，一条镯子是多少钱？可能我的粉丝要觉得我夸张，但是这个料子我要完全给它实战开，大家就懂了啊，因为它是品质料，是可以上工盘可以去切的料子啊，所以说必须给它放大面露开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这一块千万级别的原石啊，说的也就开干，特别兴奋，大家跟着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，走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啊，可以，这得打一个点，你可以拉长一点，我拿大拇指去磨它。哇，天哪！看不出来了，机器大的来。大是吧？来，梁哥上。这个我看一下，不是大，我上哪去？开了开了，你必须上，漂亮，可以，真水，手劲必须够。看着也干净，开了，你不开这地方你怎么看它干不干净呢？你看，你看这个别看了，你看这个。这个地方不会，我都不管了，我要堵总全部先堵住了啊！建筑真好，这个东西都不用看，哇操！你看这笑容就绝对的牛逼了，给我比个耶来！要是我指上是爬不动。你看这半天都不动都不动。对呀、啊，你打半天沙子都不动动不动啊，都不动啊！如果真打歪的话，注意手。慢点慢点，那要那么粗糙，你这太细了，哎，你这个真搞不歪了。这么大，它磨得多慢呀！要是大刀片全给搂开呢，还要再修呢。这个血直接是拿一磨完就崩了。啊。要把那个，我们要把昨天拆那个大石头啊，我们今天要去放一点片，看一下一个成品的一个，看一下这个切片效果。你先给它盖上。今天第一点二五，再铺一点，哎，对，除了把手信都给我，我可以拿走。这个料子啊，我们马上就上机器了，我们现在要把它一个下片，下到一个手镯的一个位置啊，刚好把手镯位直接给它切下来。然后我们要博它的是什么呢？博它的一个纯度、甜度、刚性，还有一个起货的一个效果啊！惊喜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啊！哎，赶紧开始，赶紧。哎，开始，开始。
走吧，差不多已经上了机器了，我们就静等加音就可以了啊。非常漂亮的一块料子，看提货效果。走。好呀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，牛逼。这厚度可是真厚啊，玻璃啊，一点儿都不像。你看后边搭个滚，看到没？这个效果怎么样？玻璃的，三指全透啊，应该是五指全透。爆爆了，真的爆了，漂亮。三十块钱就不便宜呀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摆下来吧，当然了，赌石这个东西啊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态啊，没翻车就是翻倍。哇哇，玻璃呀，几百万啊，几百万的成本说切就切了。玩石头啊，主要讲究的也是一个心态了。这件货从切的一个全程的过程啊，非常非常的有速度。现在是呢，有钱赚了。哎，对，那印儿正好在那硬着，刚才这种像镜子一样，这是胶。目前啊，手镯已经是稳稳的了。目前这一刀也是稳赢，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，着不着急出手的问题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是垮了的话啊，那也是成本折半嘛，有个两三百万。行，这种行。这种呢，它不会垮透的，因为看的比较透明。目前呢，赚个几百万是没啥大问题啊，近千万的一个货，说切就切了。接下来下一步啊，下一步我们就是拿去抛光了啊。如果说起货效果高的话，那就是抛涨了啊。所以说啊，石头的一个涨也是要经过一步一步来考验的啊，包括它的下一步、下下一步做什么题材呀等等，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啊。那就是说咱们下一家的事情啊，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啊。当然了，下一家也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下面还要继续再切嘛。那这块原石的话，到我这里就是最后一步了啊。嗯，好运富三家嘛。然后目前的话，如果说你想出手的话，那就是少赚一点啊，留一点空间给下一家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了。啊，这块对啊，你再往下，三美五美啊，会有一片大一片小，一片大和一小，五五的肯定有的嘛，有。玻璃，大家猜一下什么烟啊？后边是一盒什么烟啊？打开，没电，好多人喽。来啊，看看这一群人啊，看看这些人，这都是内地。都 OK 的人啊，然后呢，看看这些人的一个状态啊，真的是相亲的一个场面。廖琪现在啊已经是抛完光了，然后呢，一下子啊他的感觉就来了啊，起货绝对是没得说。品质呢不能说达到顶级的玻璃啊，但是它有量啊，够用了。不用多说一个字儿，就是漂亮。大家可能觉得啊，像这样的一块原石啊，能掀起瑞丽，玩高端的半个朋友圈啊，真的是就是这样。原石的魅力啊，原石的博弈间的这种心跳，相对来说啊，这种完美的料子啊不多见，因为天然的东西嘛，这种货呢它也不会说去流通到市面，因为它的结局就是两种，要么就是收藏，要么就直接下一家呢把它做成成品，没啥悬念啊。所以说好的东西一定要展现它的一个光。